大家好，我是 QNAP 的产品经理杜佩佩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QM2-4P 的卡，它通过一个 PCIe 的扩展槽，然后可以扩展四个 M 点 2 的 SSD， 它那个空间可以做高速缓存，然后也可以做自动分层。自动分层就是通过我们的 Qtier 把它的空间可以做当做存储来使用，它还可以做，它四个 SSD 可以组缀的，就是如果对你对速度有一定需求的话，你可以加这个扩展卡来提升你 NAS 的效能。